啊！可是你要记住，你天天想钱。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，啊，他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说曾经有人做过调查，在中国大陆，啊，调查什么呢？一句话。 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，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？就问这一句话。啊，好像他调查了七千多个人，都说钱，钱最重要。啊，这个调查很很惊人呐、啊，只有四个人没有说钱。你看，七千多个人里头，只有四个人没有把钱说。 没有说钱是第一重要的，其他通通都是钱第一重要，父母妻子都不重要，钱最重要。贪财呀、啊，啊，贪财的人到哪里去了？到我轨道去了。 如果因为财又犯了杀道、淫妄，那就地狱道去了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地狱天堂是唯心所现的，是你自己念头制造的，不是别的啊。啊，你看，我们人问我们。 在这个世界，什么最重要啊？我们修净土的叫阿弥陀佛最重要。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都通通舍掉了。你决定生净土啊！你念佛人说，人家说钱是最重要的。那好了，这念佛就念到鬼道去了，我轨道，地狱道去了。 啊，那就是灌顶法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念佛的人还贪财，啊，念佛的人还抱怨，那怎么行呢、啊？啊，那个极乐世界与你没分呐、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要不知道，不搞清楚。 我们这一生当中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就靠不住了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该放下的赶快放下。啊，该抓抓住的一定要抓住。啊，就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我要见阿弥陀佛。 你肯定办得到，啊，一点都不要怀疑，啊，这个世界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啊，为什么我要离开了？我再不管你们这事情了，啊，这样才自在，这个样子才会圆满。